快点啊！来，什么人呢？赶紧给我干什么呢？哎，你们什么人呢？啊，敢闯我们永兴码头？怎么着，连降叔都不认识了吗？也瞎了你的狗眼？我们是来找黑娃的，他在什么地方？黑娃，我们是老相识了。我到这儿呢，无非是见见他，叙叙旧啊。如果是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麻烦你去通报一声。 行，知道了，你们等着吧。站住！干什么？你们竟然敢勾结日本人？什么日本人呢？黑哥，有人闯码头了！黑哥，有人闯码头了！黑哥，有人闯我码头！在那呢。什么？走走走，过去看看，过去看看。 江叔，您怎么了？四爷果然说对了，你小子投靠日本人，为虎作伥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江叔，现在我怎么也算一大哥吧？我这下面这些兄弟也都靠我吃饭，所以现在谁让我的兄弟赚上钱，过上好日子，我就跟谁合作。胡闹！ 日本人会照顾你的兄弟。现在日本人给你一点点好处，他是在利用你为他卖命，利用你残害自己同胞。你以为你是赚到钱了，啊？到时候，这一切日本人通通拿走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以为你在照顾自己的弟兄，你是在害他们。哼，没错，小叔。 您老看得远，但是我觉得您这一套在现在这个世道上吃不开。反正我呢是谁强跟谁干，什么赚钱我干什么。人跟钱没仇是吧？再说，我现在比忠义堂那个时候更兴旺发达，谁对谁错，哼，这不一目了然吗？你应该知道仓库里放的什么货。你赚这种昧心的钱，你就不怕鬼敲门呐？ 别指指点点！哎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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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叔，我今天给您老一个面子，因为毕竟是忠义堂培养了我，但是凡事呢有个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。彪哥。 你们坏我的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啊！现在把我的妹妹给逼走了。行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以后我干我的，你们干你们的；再来坏我的事，我就按规矩办。<笑>你连背信弃义的事情都做了，你还在我面前讲规矩？我今天就是奉四爷的命，带你回忠义堂。是吗？那你试试看。 带走！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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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
干活去，走，干活了。
黑娃现在完全和日本人站在一起，他自认为拿了日本人的钱财，就应该替日本人卖命。反正是我软的硬的都用上了，拉是拉不回来了。而且他在不断的扩充自己的势力，这次在永兴码头他仗着自己人多能打，还请日本浪人帮忙。如果这个局面不加以控制，将来就更加难办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个人就留不得了。通知各位堂主，今晚我要清理门户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